加班就是一场公司的阴谋，它的目的就是让普通的打工人永远不可能过上好日子，永远要做困兽之斗。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啊？就是去年的时候，我去面试了一个广告公司，当时我选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新媒体营销的那么一个岗位，然后因为我业余时间不是在拍视频嘛，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可能会成为我的一个优势，因为它可以用在后续的工作里边，所以我就也把它写进了我的简历里边。结果面试的时候，果不其然 ，HR 对我这一项经历非常的感兴趣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他们既不关心我有多少粉丝，也不关心我有什么心得体会。他们唯一问的一个问题是：你拿这个账号变现了吗？我先开始是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好奇，但是我忍不住就多问了一句：为什么他这么问？结果可能那个 HR 他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他就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了。他跟我说，因为老板们觉得，如果你已经有一份副业可以挣钱了，那你对于你主业的这个收入的依赖性就没有那么高了，所以公司啊领导啊要是想拿捏你一下的时候就没那么好拿捏。哇，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过来，就是所谓的公司希望和员工共同成长，这根本就是一句谎言。公司完全不在意，甚至完全不希望你的个人能力能够成长到脱离公司的这个平台，还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面谋生赚钱。那这个时候一直让你加班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工具，因为它买断了你所有的时间，也买断了你所有成长的可能性。你是问问那些天天996007的人，他们下班之后真的还有什么心思去学点什么新技能，做点什么新的自我提升吗？完全没有，他们累得只想刷手机。还有像那些单休的人，你想让他们利用周末去什么学学英语、健健身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你绝对只想倒头大睡，睡一天啊，连衣服都懒得洗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阴谋非常妙，因为你越是加班，越是困在公司里边那点事儿，你就越不可能有时间、有精力去做个人的提升。而你越没有个人的成长，你就越依赖公司提供给你这份工作，因为离了他的话，你都没法谋生，对吧？那为了要保住这份工作，你就更要拼命的加班，更要拼命的牺牲个人时间。这不就是一个完美无解的死循环吗？所以我觉得普通人必须要意识到，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时间就是你唯一的货币，而且它花掉的这个地方就不可能花在另外一个地方。你最后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，就看你怎么用你的时间。